台长又有好介绍啦，简简单单灰组，你话喂，这有乜特别啊？红组一碟啫嘛。嗱，我又讲下呢啲嘢啦。你睇下呢个组啊，面下就好似灰咁嘅嘢。咁所以呢啲叫灰组，你唔好真系以为啲层系灰喎，因为咧个糖分多，你佢其实咧啲汁液嘅干咗之后咧，嗰啲咧其实系大部分葡萄糖嚟嘅，呢啲为之灰组。灰组咧香港就真系少见嘅。咁其实咧，如果知道即系识嘢嘅人咧，就知道呢啲系正嘢啦，味道特别好，可以当口果就咁食嘅。咁呢啲咧产量就唔多，点解咧？因为我呢盘咧系老树灰组嚟，喂呢啲咧。真的不是有錢買得到，起碼你香港就未必買得到啦。啊，我估係即係呢度，我哋呢度有嘅啫。咁咧咁好嘅嘢，你而家話哇貴唔貴？我唔係同你講錢嘅，呢啲嘢只送不賣。我點樣送呢？如果你幫襯我買其他嘢，我就會送呢啲俾你。記住啊，想試下呢啲好嘢。哇，我咧點樣煲湯啊？落幾粒，落啲靚嘅杞子、雞、蟲蛹煮出嚟，已經係好好味嘅。重要好保鲜。